大家好，而家系8:15，咁嚟到大围站做乜嘢呢？原来有路线改动啦，新界巴士路线8:00由98营办，来往大围站及白石角，途经马料水。此路线于2020年10月5日投入服务，现时由大围站开出的班次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五8:40，下午6:45。由白石角博贤路开出的班次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五7:15，下午6:10。此路线因应东铁线大学站突发事故需要关闭，运输署加强大埔及马鞍山往市区的巴士服务，并特别开办接驳巴士路线8:00至2:74，方便乘客转乘港铁，并于2019年11月20日至2019年12月21日服务。2020年10月5日，8:00以常规路线名义重新投入服务，于星期一至五上下午繁忙时间对开两班，并增设转乘优惠，但来回程不再绕经大学站。2023年7月17日，减至上下午繁忙时间来回方向各开一班。2024年6月24日，由白石角延长至博贤路，来回方向不及白石角总站。此改动于2022至2023年度巴士路线计划中提出，目的为配合大埔幽景里近博贤路的未来房屋发展和人口增长，延长九巴第8:00路线的服务范围至博贤路。建议下8:00路线将不会绕经白石角总站。好啦，准备上车，睇下呢架车有几快啦。
咁快就嚟到白石角博贤路啦。今集就去到咁多先啦，感谢你收看，请期待我哋下集嘅新路线系列喎。